给我给我给我，好，我来。就这样直接连吗？他不会用连麦，所以他你这举着，你再给他搞个黑白的，不是无敌？来打个招呼，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这是谁？水晶哥怎么没声音的？Hell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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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没开麦，不好意思。Hell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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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lo。小丁姐，要不给你介绍一下吧？嗯，好。他是我以前的队友，对，他是我2017年时候的队友。幸会，幸会。他叫幸会，幸会，可以叫他水晶哥，那也可以叫他叫我小 K 就行了，叫我小 K。有机会带飞啊！叫我小 K 就行了，叫我小 K 就行了。有空带飞，带飞。水晶哥，怎么说？我们是你好，不，怎么说？我们是什么节目？有什么？你不应该说什么节目？咱们最近不是搞了一个比赛吗？子涵，你不介绍一下？哦，对，我们是怎么是我搞的呢？我是你要解说的呀，搞的吧？你要解说的，你要邀请小丁姐帮你做什么呢？哦，就 RNG 和 EDG 的公益赛嘛，对，对吧？是的。由小婷姐发起主持的，对吧？我们这一次就是正式想邀请小婷姐作为这一次虎牙黑的这个比赛的、公益赛的一个发起人，好吧？然后我们派了一个代表水晶哥来检验一下，就是小婷符不符合这个资格，能够去成为这个公益赛的发起人。嗯，那接下来环节交给你了，水晶哥。OK， 叫我水晶哥，小婷姐叫我小 K 就行了。好的，小 K 就行了。啊，这是要给我考试了。对，对，我们今天小姐，我们今天就是看看你对英雄联盟到底是不是真的了解。要不我出几个题，你看一下。好吧。OK， 那我出几个题。等一下，这是小 K 本人自己画的，但是不知道你看不看得见，在我电脑上面，就不知道你能不能看，好像得打开直播间才能看到吧。看到没有？哎呦！猜猜这是什么英雄？哈哈哈！这画的好抽象啊！这个拿了一个是什么大炮？这是一个名场面，是一个大炮。小炮。对。太对了，小婷姐，你知道这个场面是谁创造的吗？不知道。是你创造的。是你人。看，我就说嘛。哎，我刚刚答对了，这个是刚到的。这个图是绝对，这个绝对难，这个绝对很难。你看一眼。哎，这个好眼熟，好眼熟，这个射手。对，红眼睛。特征很明显。红，对。哇，这都能知道。说实话，他画得很抽象。对，他画得很抽象，但是猜出来了。对，画得抽象都猜到了。其实我认识英雄不多。我来说一个英雄联盟绝对冷门的台词，你绝对猜不到。好，怎么说？来呗。用餐时间到了。这个我都不知道。对啊，我正想问你呢，这啥呀？这个你都不知道吧？你看来不怎么玩 AD， 玩 AD 的都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。用餐时间到了。我说实话，我第一时间以为是稻草人，我感觉是你的专业技术有问题。他们刚才后面人猜出来。啊，我知道是谁了。大嘴，大嘴，怎么说？你说，大嘴，绝对专业，专业，还有题没？能猜到还有吗？啊，还有，其实很多，但是没必要。现在，对，就是可能后面的得慢慢来。OK，怎么说？我觉得其实今天我们就是最近就是筹备这个虎牙英雄联盟公益赛嘛，就是想看看我们的这个小婷姐对英雄联盟的了解程度。我觉得就这几个题答下来，能看出来小婷姐绝对是英雄联盟的骨灰级玩家。确实。好，我最后问一下小婷姐，请问你愿意担任我们
这个公益比赛的发起人吗？抢答，愿意。OK， 那怎么说？接下来听说你们接下来还有比赛，我祝你旗开得胜，加油。好， okay， 谢谢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。好，那我们连麦就到这里，感谢。感谢你们。好的。OK， 拜拜。一切顺利，一切顺利。拜拜六，拜拜。啊，你平常都是这样笑的。对，他刚才怎么笑的，我就怎么笑。平时我们笑的都很狰狞。